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我们现在打《旅行的残影》这个复科的地狱级哈。那它虽然是复科啦，但是其实也才第一次复科而已，也就是说第二次出现而已。那这边带大家用福音战士来通关这个关卡。第一次出现是去年啊，那难度的话就是去年那个等级的，差不多是秦始皇刚要威武那一个年代哈。好，第一关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，我们只要不要消耗三种，那个伤害其实出不来啦哈。好，那这个打你之后会转火，我们就是稍微洗一下。好，那个 AT 立场真的可以帮你扛很多哦。好，这边扛不住了，我们就开始转啦。啊，这样，我本来想说可以再把火切两组出来。OK。好，来第二关。来第二关这边是燃烧你一个位置，然后对啦，就这样子而已，佛佛的。这边转这样子 ，OK。OK， 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三关要累积消到那个15颗火哦，这边就把我们的阿香催蕊就好了。没有，它是15颗水，是不是？哦，它会转成火属啦。对，那我们这边开下去，把它转木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只要消火就好了。好。这样难道我没有到吗？啊，无法控制。哎呀，还想说要转属的说，可惜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这边就是稍微跟它耗一下哈。其实真是要开也可以啊，哈。好，来这个开下去，然后变身下去。OK， 可恶，我是看到这一关我才想说带个阿香不然好像可以换别只哈。没有注意到它是不能转属这件事，无法控制啊。好啦，这边的话是不能消火，好，火好像有点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办法把它切割开。好，这样子烧一下。OK， 再来第四关。这个过场动画好久，看得有点莫名的烦躁。啊，这个就小怪而已，不用太担心哦。好，来接着第五关。过场动画真的好久，天哪！好，这边是火围城，然后看你要怎么处理啊。反正这边的话就是先给他炸板，你开变身也可以，开副队变身也可以，就看你怎么去处理他这样而已。你如果有消到火的话，等一下就会那个减那个秒数哈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反正你消火，他就是减你的转珠秒数就对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就来到王冠了。好，那王冠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先攻当前 99%， 可是 AT 立场直接帮我们挡下来，然后会燃烧四个角哦。这边就把另一只真士给他开下去吧。这边是浮石骗你，没有半套，就是骗你全套这样子。那就等他慢慢自残下去就好了。他是自残没错吧？记得是啦。啊，这边你可以让他暴走，你就让他暴走，因为暴走他还会帮你回复 AT 立场哦，蛮佛心的。来弄这边好了，这边把他弄暴走。对哈，我看到的水不是水啊。好，刚好暴走。我找一下水是哪一颗啊？水是木啦。好啦，那这边的话来把木塞进来。好。
好，我们就空转。哦啊，接着下一条血呢，就是拼图盾，然后不要手消到火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先开下去，啊，再开炸板。哦，记得不要手消到火，然后靠真实的一技去，变身一技直接无视拼图就好。这边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手消到火，安妮鸟。OK， 这边就直接无视拼图过哈。福音战士 Ava 配置给大家做参考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